快点上车！ 谢谢你们两个不顾生命的救我。说人话。好，说人话。我欠你们两个一人一条命。当你们快死的时候，我去救你。等一下，说什么？快死的时候，你知道医生刚才说什么吗？你受了刺激，不能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。 所以你还是让我们去死吧，你救不了我们。马启明，通知行动组，出发。 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，这里是加来待过的地方。搜集证据，交给技术组，我们继续搜查。好。The plane is about to land.
Sir. We found three suspicious vehicles. ，马上经过15号公路，2号港通过，距离3号点还有1公里。 坐在车里的是10号，开工。B组已经顺利通过1号点，距离目的地9公里。 请求与你通话。喂，子轩，我们这里遇到交通事故，被迫改变行进路线。玛雅，立刻下令 A 组去增援，还有重新设计路线。是，子轩，玛雅会重新给你们规划路线，增援也会马上赶到跟你们会合，你们要注意安全。是。 B组遇袭，支援还有多久到？最快6分钟。 等待支援。
下车。有没有受伤？我没有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现在在车顶上，俊杰正在和佳爱打。有没有机会击毙佳爱？很难。有没有30%的把握？只有10%。开枪，这样会误伤俊杰的。命令你开枪。三叔，我做不到。开枪。我说了我做不到。我命令你开枪。击伤了佳来，李俊杰呢？他也受伤了。No!
开枪，开枪打我。我知道你用了3年时间逃出追我，想杀我，替你师父报仇。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开枪。醉心，醉心，把枪放下。俊杰，冷静，把枪放下。开枪，开枪啊！你在犹豫什么？啊，你是想知道你师父真正的死因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，是你害死了你的师父。为什么杀我师父？想知道吗？那就把我放出去。你知道的，作为一个职业杀手，我不能出卖雇主的身份，这是交易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你能放我出去，我们就能达成一个新的交易。芝麻开门。看来不需要了。警局电网，后备电源呢？这些人很厉害，他们攻破了警局的防火墙，后备电源无法启动。牢房呢？快看一下。好的。不好，牢房的门开了。拦截他们的操作，不能让家来跑了。帮我反跟踪，看是哪一帮人干的。好的。跟我来。怎么了？他们关掉了服务器，我再试试从共享服务器进去。抓点紧。嗯。他们拦截了我的操作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别催我，马上。对方也算是个高手，内部网络的开放端口被他找到了，我现在已经拦截了一部分他的操作。能查到对方的 IP 吗？可以，我们的防火墙有 UDP 监听，我正在反向追踪。对方光顾着攻击警局，自己的防御都没有做好。时间到了吗？好了。
这次黑客攻击警局电网，造成混乱，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解救加莱。李俊杰和石云浩当时正好在警局，阻止了加莱逃跑。我对黑客的 IP 进行了反向追踪，虽然他们做了隐藏，但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一些踪迹。最后追踪到的定位就在模式外面的主街上。案发的时候外面停了一辆暴尸车，跟踪这辆车，我们发现这次袭击的元凶是一位臭名远扬的情报前客孟良。我们调查了他的入境记录，发现他现在还在八城内。孟良？对，他是国际刑警一直在通缉的危险分子。不管这次袭击的事是不是他主使，只要他留在八城，还会求加来安全司授权我们抓捕他。在抓捕过程中，他一旦反抗，可以击毙。我个人觉得呀，这款眼镜更适合你。我来看这个角度，我看。先生。这里有人吗？如此漂亮的美女要坐在我身边，荣幸之至。来来来。子轩已经接近目标。美女，可不可以请你喝一杯啊？好啊。啊，维特，一杯雪莉。美女经常来这里啊？来过几次，挺喜欢这里的情调的。很荣幸认识，在下孟良。叫我 Maggie 就好了。哦 ，Maggie 小姐，请。你的鼻子真好看。哦，是吗？你再抬抬头会更好看。Maggie 小姐如此美丽动人，我真是有点激动不已啊，可不可以请你跳个舞啊？啊？啊？跳舞啊？啊，实在抱歉，我不会跳舞。哦，既然 Maggie 小姐不方便，那就算了。今天这里的人好像要比平时多。空气也不太好。哦，要不去我房间。随时准备行动。我是江华，目标已落入圈套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收到。希望 Maggie 小姐能够喜欢。周子轩小姐，模式高级探员，行动组组长。箱子里是什么？喜欢吗？他手上的好像是电子引爆装置。回放，看看箱子里是什么。是遥控炸弹。叫拆弹专家。那小伙子别忙了，可梦石云浩，你们模式的同事，酒挑的不错啊。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那边那小伙子，方便跟他聊聊吗？俊杰，过来吧。李俊杰，别愣着了，刚才这位周小姐亲眼看到我启动了 C4 的定时装置，限时六分钟，咱们现在玩个游戏，当然游戏就得有游戏规则。第一，不许移动炸弹。第二，不许疏散这里的人群。第三，我们得平安地离开这儿，甭想耍花招。我这儿有监控画面，如果违反任何一条，
我随时引爆。C4 的威力你是知道的，砰！大不了咱们跟这些人一起死。就算你能把酒吧的人都疏散，不可能疏散整栋楼的人吧？哦，对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抓紧干活吧。祝你成功。听到。你现在马上切入这里的监控画面，把这一分钟之内的画面连续播放。收到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快点，快点，加快速度。俊杰，告诉我还剩多少时间？还有4分30秒。大家放心，这是一个很常规的密码炸弹，它是由两个 C4 两个引爆器组成，安装并不复杂，你可以尝试拆除倒计时装置，只要拆除了它应该就会没事的，但是不要移动它。明白。麦雅，立刻帮我切入监控画面，避免伤及无辜，我需要马上疏散酒吧人群。稍等，马上切换画面。老大，你看他们吓得都不敢动了，估计李俊杰是没胆量拆吧。你千万别小看他，因为你对他不了解，这小子从来就不按套路出牌，我真的很想看看他到底是怎样拆这枚炸弹的。现在准备切入画面。底部有一条红线，有一条黑线，应该切哪一条？哪个颜色？哪个？剪黑线。定时器中断了。可以松口气了，你们应该没事了。老大，嗯，你看这个人一直在视频里循环着。跟我玩这套。计时器重新启动，上面还有一个隐藏的装置。什么？还有一个隐藏的装置？这个炸弹太复杂了，你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拆除它。我建议你们立刻撤退。李俊杰听电话。李俊杰，跟我玩这套是吧？玩偷梁换柱？你们是不是已经把酒吧里的人都安全撤离了？你们这叫严重违反了我们游戏规则的第一条啊！这样不好吧？老大，我把线路切回来了。要不，你们三个也跑。啊，看看是我这手指头快，还是你们三个人的腿快。小子，别再跟我玩花招，我的耐心有限，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怎么办？ I don't know。 快快快，听着，现在唯一能拆除的就是间断线路，成功率可能在多少？ More than 50%。 50%以上。你们可以剪断一根，我们只能帮到这里了。走啊。
我叫你走啊。我不走。带他走。我应该见哪一条？你想的就是我要的。捡哪根？捡哪根 ？Red one has the highest chance。红色的，红色的几率最高。老大，要剪了。我觉得他肯定剪这个红线。我赌他会剪绿线。老大，咱们就拭目以待。怎么还不剪啊？没时间了，你必须剪红线。那实在无计可施了怎么办？直觉，相信你的直觉。怎么样，我没看错这小子。老大，还是你厉害。别拍马屁。李俊杰，有两下子啊，我果真没看错你。打开 C4，看看里面装着什么。很奇怪是吧，在斗地主游戏里，两个猫四个二，就是炸弹。哎，你再看看你旁边那个，很漂亮的一只玫瑰，对吧？替我送给你身边漂亮的周子萱小姐。是我，这次我给你面子，你的事情我已经帮你解决了。听着，明天模式会通过三号公路，将加莱送到军用机场，再押运到国际刑警总部。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。我不想以后在八城这里再见到加莱，否则的话，他不会有好运。老大。你看，这就是明天转运加来的地点。
保着点。这里空气不好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摘了？告诉你，别想耍花样。是的，是的，有很多人都受伤了。前面什么情况？前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。警察先生，救救我们的人！麻烦你们救救我们的人！他们被锁在车里了，快点救救他们！求求你们了，警察先生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！快！求求你们救他们一下吧！来，下去点啊！先生，你怎么样？走。报告总部，三分钟左右可以继续行驶。放大。好的，快点。通讯受到干扰，我正在恢复。报告总部，事故现场发现可疑人员。加莱先生重获自由。哦，在下孟良，让你受惊了。你们看这辆车。通知监控组，追踪这辆车子。Mm-hmm.
VX3 已经回到模式。已经和控制仪组装到一起了吗？没错。你做得很好。木船，17年前我们没有完成的事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有了 VX3， 我们就拥有了对网络世界的最高权限。无论是通讯、金融，或是数字世界的任何领域，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嗯。好巧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想看见我？我不可以来找你吗？这里好危险，全都是孟良的人。我知道。我看你单枪匹马的，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。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给你发短信了。你听我说。模式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马启明要来80%。现在所有的安保任务只有石原浩一个人在负责。不管今天我们有什么发现，都要听我的。我们必须要尽快回去，知道吗？他来了。哎，大哥，喝了。来来来来，给你马上啊。来，哎，哥几个，那个人帮我拦住他，别让他跟着我。好好保护自己啊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大东海，会所。你好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应该已经到这里了，然后他叫孟良，可以帮我查一下他的房号吗？嗯。他已经离开了。你是李俊杰先生吗？是。孟先生让我交给你。谢谢。嗯，不客气。又是扑克牌，有东西在里面。石组长，没有什么情况，只是发现一个打火机，查仔细一点。明白。玛雅，玛雅，我发现一个可疑人员。他在一楼签到处附近出现过，调出监控，人脸识别查出此人资料。可疑人员，女，披肩发，身穿卡其色上衣，黑裙子，戴黑色眼镜。查到信息后马上向我汇报。好的，我马上调查。怎么样，组长，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排查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。一定要仔细。明白。我先去会场检查一下工作，一会儿我们会场见。好的，会场见。好，请。请。马先生，您好，我是八成模式的石云浩，您的安全由我们负责。您好，老秦，哎，带着李总他们先进去。好，嗯，请，谢谢。有把握吗？我只能告诉您，我们会尽全力保护您的安全。没有信心？这不是信心问题，这是责任。两个月内，我的公司将在这里投资十个新的项目。下面可以提问了。马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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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能透露一下这次投资的新项目会是哪个方面吗？一会儿的会议上我会详细说明的，请大家耐心一些。马先生，据有关人士透露，这次八成股市震荡是由万人规模的黑客系统攻击金融网络造成的。请问马先生，此时您带领技术团队来到八城，是否与此事有关？报告石组长，记者会还有一分钟结束。收到，我做最后确认。一号位，正常。二号位，正常。东西方向的电梯，
正常。楼道。正常。会场内部。会场一切正常。确认完毕。VIP 可以进入会场。哦，谢谢马总。李总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哎，哪儿的话，这不应该的吗？等会议结束之后，还有具体细节需要落实一下。啊，这您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很快就会有计划出来的。嗯，很好。好了，不紧张。不紧张。好，我来。哎，咱俩就别客气了，走吧。李总。李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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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啊！你怎么样，李总？李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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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住，李总！你怎么样，马先生？马先生，快走，快叫救护车！快走，叫救护车！马总，李总，走，李总，没事吧？快叫救护车！带 VIP 去安全的地方，快！你坚持住啊，李总！李云怎么样？李云中枪，伤势严重。马启明呢？马启明安全。保护马启明离开，把李云送到医院去。是。李总，你坚持住，怎么样，李总？李总。什么？李总，李总，李总！李俊杰跟子轩呢？目前还没到。刚才进入会场的那个人的资料已经找到了。这个人叫哈桑，中亚裔，国籍不明。他是一个职业杀手，在2011年前后开始行动，跟多起国际刺杀案有关。他擅长暗杀，手法非常利索，从不留下任何线索。各单位注意，凶手是一名女性，短发，身穿黑色风衣，持有武器。等一下。安全通道里有探员伤亡，请求支援。石云浩发现了可疑人物行踪，目前正在追捕。请回答，石组长，收到，请回答。
可疑人物消失。三分钟之前，李云死在了医院，他也是我们保护的对象，全世界都知道，我们是政府最可信赖的部门。我在魔市这么久，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这么混乱。你，脱掉你的外套。我叫你脱掉你的外套。行，你不是查清楚的吗？过来，现在一点钟，三个小时之前你们去了哪里？啊！如果你们在现场的话，就不会搞成现在这个情况。我们去了南山岛。你去南山岛干什么呀？啊！去找孟良。你们这次的重点是保护马启明，不是孟良。可是你不要解释，你还在这里包庇他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被开除了。啊，艾迪，你去南山岛有没有找到线索？我们去南山岛找到了一个芯片。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君姐，你们两个，如果芯片里面没有重要的线索，立即给我离开魔市。